王牌音乐节目《我是歌手》已经播出了5季了，良好的口碑在综艺节目中还是排得上号。而近日2018年《我是歌手》的邀请阵容已经曝光了，流行音乐歌手张惠妹、摇滚乐团逃跑计划乐队、中国台湾女歌手演员张韶涵、中国内地嘻哈饶舌男歌手 GAI、 英国女歌手 Jessie J、 流行音乐歌手薛之谦、香港歌手杨千华、摇滚歌手汪峰、快乐男声冠军得主华晨宇、杨千华、张韶涵、汪峰、 Jessie J、 逃跑计划乐队 GAI、 华晨宇、薛之谦和张惠妹的加盟，相信会让这个季度的歌手节目更加的精彩。网友们的评论也是五花八门，表情包搞笑无水印，感觉张韶涵又得火啊，毛毛桑。张韶涵是很有才华的歌手，也很漂亮，之前也已经很火了，还不是有个妈拖后腿。听软风，我的天，我是歌手 rapper 过去干嘛，喜欢花花美少年安丽君，下面由薛之谦演唱丑八怪和演员天啦噜的你样， GAI 的山歌无人能敌，萧梦媛 A 为杨千华疯狂打电话。而有网友直接表示冠军汪峰，没有悬念。小编想问，你们觉得这一季的节目有看头吗？